来，水大概它已经经过那个水环了，应该是可以开抽水马达了啦。赶快去输流空气，安尼无法度，因为那个空气很多的话，它会烧洞，那要经过上面那个洞，安尼这样阁袂使。你这内底有气泡，伊变成内底，伊是袂养成来，鱼仔会感觉变作不安的啦。哦，就慢慢滴啦。哦，再加满一桶。好，来。这个用滴流的。哦，我来讲伊这个。伊个水环，伊爱走过遮，走过遮个所在，哦，要不然它会一直产生气泡。先换20公升天然海水啦，盖平啊，这个弄好之后，我们蛋白质什么让它循环之后，不然再开始动，因为伊讲用迄蛋白质要关4点钟，4点钟以后才会当开。继续啦，无错啦。